我只想震。哎呦！其实我们现在。这狼，对对，这狼，这狼过来。是狼吗？啊，它跑上来了。过了线。啊。还有狼，还有狼，还有狼耶。给车撞倒了。刚才那辆那个八八，来玩两个，要弄亮点，我是要弄亮点。可以，我用我的拍摄。用你的好了，我这个因为我的拍摄。嗯，哎呀，后面那个人。后面那个人在那个框框里不好看了，来，一，后面的 ，OK， 好，来一，二，哎，谢谢。里面浇上牛奶一样的，是乳绿的。那有些时候呢是这种有点偏粉的暗粉色，所以它的颜色都一年四季的不同季节啊都会有不同，都有所变化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今天看看那丝湖水是蓝的还是绿的啊。所以沿着这条河流往上，那大家知道河流哈、啊、它的弯弯曲曲有的不是龙，是什么呢？是恐龙啊，是 dinosaur 而不是那个中国龙。所以这个名字比较牵强哈，卧龙。那怎么就叫它卧龙了呢？在河流流下的过程中，你知道它不会小小的小岛哈，是一左一右成八字形这样子并列的，像一对大脚印。你甚至能够看得出来那个脚印的大拇脚趾头都能看得出来啊！所以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就打造了非常神奇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个天然的草滩，它就长得像一对大脚印，刚好就在这个月亮湾的旁边守护着。所以有人说哈、啊，这应该是嫦娥奔月时留下的一对足印，一对大脚印。也有人说哈、啊，是成吉思汗这个什么跨越阿尔泰山的时候留下大脚印来的啊。不管怎样，反正这是神仙留下的脚印，不是人造的啊，所以非常神奇。很多喀纳斯这个景区介绍或者是明信片里边哈、啊，都是拿这个景来作为 postcard。就是一张它的脸面，一张名片一样，所以这一景蛮特别。好的，第二道月亮湾，我个人觉得好，我们就不用着急，咱进景区的时候让大家第一道，你先看完这小张所讲这三个弯，我们进景区是车关就可以了，啊，车关就可以直达终点站的换乘中心。到换乘中心的话，
那个时候您就意味着把咱自己的所有心理物品从车上拿下来了啊。想到这个前提就是说啊，我们到一会儿到景区门口的时候，您就要在下午我们自己出的时候就要做好所有准备工作。干嘛呀？咱景区里面要用了两天的东西，衣服啊、水，包括矿泉水哈、矿泉水呢，稍后我会把矿泉水拿，就是到景区门口，把它放在我们车底下。这两天游览的过程中，您看您需要几瓶？啊，两瓶、三瓶、四瓶、五瓶，多少瓶都可以，只要能拿得动，咱就自己各自拿自己的，好不好？